拄着肩膀痛，哎，我今天看到那个，最近我已经派人来看守啊，在现场，他也是承担了一些责任的，承担了一些责任的，但是呢，他呢，没有及时的让您派人，就是信息积压在那边啊，信息积压在那边，信息积压在那边啊。信息积压在那边，哎，信息积压在那边，所以呢，要安排了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安排了给他，处理啊，尽快的给处理，不然信息越积压越多，越积压多的话，到这时间点上就，认不准了啊，会耽误点事情，他自己那边也会。承担着一些痛苦啊，所以呢要及时的给他尽快给他处理啊，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